救生命，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那各位如果不会念这个咒，至少念这三个字，各位跟他念嗡啊哄。比如说你进到寺庙来，他们一定有供水果，有供花，你不能说那是他们供的，不要这个观念。我们随喜他，哇，这盆花嗡啊哄全部供养到了。老实说在这边我不好意思，我自己在小小佛呢，我都会比嗡啊哄嗡啊哄这样，我很喜欢比嗡啊哄，后来他们都得到了，这是这个动作很重要。修行不能修到，不要跟我讲话，我很酷，我正在念佛，不要跟我讲话，我不理你。那修行是很可怜的，修行就是要很热烈，要跟众生连在一起啊。所以我对上的动作这样，我对下更厉害。有一次我在台北在那边念老半天，哇、哦，对面有个人就以为我是神经病还是鸡桶。我在那边嗡嘛呢呢说啊，嗡嘛呢呢说，因为我要念六遍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我在窗户外面点嘛，对。后来再看看我，害我不好意思啊。好在他没有认出来是海涛法师啊。但是我想这样也不行，为了他我不比呢，多没意思呢，对不对？所以我只能说，每次我要开始念，看他不在，我就开始念啊。但是一定要让把佛法活起来。如果我在这边讲课各位都睡着了，是我失败啊。不能激发各位的宗教情操，那不行啊。所以我想各位像老来子一样，你要让老爸老妈快乐，你要做小丑啊，你要超越自己，你不能有个性啊，你有你的个性习性，讲话这样大家好，谁听得见呢？啊，有人真是如此，管你麦克风，我讲我的，你听你的，你走吧。啊，所以这样就没意思。修行是一手抓着众生，我要跟你连在一起，我要进入你的心，我抓着你的心脏，听我说，不让你乱跳。你要抓住它，然后抓众生的心要干嘛？不是你的心跟他搞在一起啊，那就还俗了。啊，是把佛的心硬把你塞进去，这样了解吗？啊，把佛的心塞到你那边，一边抓这边，一边抓这边，这个叫合掌。这只手代表佛，这只手代表众生。合掌的意义很厉害的，啊，合为一体，十法界众生合为一体，啊，而且合为一体，这个空性、菩提心、大悲心合为一体。我想各位佛教讲了这么千般万论、千经万论，目的就是这个啊，念佛的菩提心，念法的这种空性，但讲空不能够离开因果，
空是万事万物，刚刚讲了，你都清楚了解连结，却知道它只是一个组合体。所以越讲空性，越关系到众生。如果你念佛，关起门来念佛，那你不了解什么叫空性。啊，空性是大悲心的本体而已。所以空性的展现就是绝对平衡的慈悲，这样而已。而且对万事万物没有爱没有恨的慈悲，所以没有爱我干嘛跟他讲话啊？所以有爱你就不能跟他讲话，各位女人记住啊，你有爱你想跟他讲话你就跳下去了，对不对？你要避免跟他讲话可以了，但是唯有慈悲心，所以那 要跟他们融为一体啊。那这个叫空性，那这两个你都圆满了，那就是成佛了嘛。所以阿弥陀佛叫我们去极乐世界，目的就是要也让我们修这个念佛、念法、念身，那参访诸佛，如何赶快点证得空性，不退菩提。目的叫你赶快回来这个娑婆世界，赶快到地狱去度众生，恶鬼道去度众生，不是堕落地狱，而是趁愿而去。所以地藏王菩萨有六地藏，观音菩萨有六观音，为什么？代表他们在六道里面，要让自己有能力是如此。所以各位移民到温哥华，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也麻烦呢，一半的时间呢，就住在贫穷的地方，这才公平一点。你在贫穷的地方去买一个房子，在温哥华也买一个房子。温哥华叫上求佛道，目的呢是要去贫穷的地方下化众生。啊，如果你舍弃贫穷的地方，就住在这个地方，那你的下辈子你修得很努力，我看升天已经不错了，你不可能去净土啊，因为你舍弃众生啊。如果舍弃众生，那跟阿弥陀佛的心不相应啊，那当然人要接触一切，健康也没关系，生病也没关系，有钱也没关系，没钱也可以过，你要养成这个习惯。要让自己呢随顺因缘，所以我们所谓行菩萨道呢，就是你要去接触各种众生苦，你不能逃避。逃避，我到监狱住三个礼拜，我到贫民窟住三个礼拜，我去感受那孤儿院三个礼拜，你要让自己的生命经验很强烈的不离开众生，因为你离开众生，舍弃众生，佛法对你没有用处，啊。因为佛法是救众生的，这样，所以你把佛法来个人的解脱，那这个那佛陀就觉得很浪费了，啊，佛唯成佛是希望众生成佛，希望众生离苦，那当然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有一点喜欢去接触众生，去串门子，啊，那西方社会是一人一动，你不要侵犯我，免得我拿枪打死你。啊！但是现在你要改变了，我们学佛了，你不能被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习俗卡住了，对不对？你要开始慢慢的去接近他们，让他们信任你而接近他们，啊，慢慢的去融入。这也是我的师父每天的跑跑跑，不要停，不要停。你已经了解佛法的知见了，那这个知见你不去实践，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空性跟悲心。坐在大殿里面念佛是可以的，那可以修于专心，但是你要去屠宰场念佛才知道悲心念佛佛号的重要。所以我想读佛经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你走到哪里，像你做了一次十供养，那你这个功德很大，你走到哪里要把这个功德布施出去，对虚空嗡啊吽，照到太阳，看到云的都得到这个功德，看到大海嗡啊吽，很多观光客跑到加拿大来看景，希望看到你的功德啊！明天过几天，我们吉米要带我们去极光，我去看极光，哇，把功德供养极光，所有去看极光的都得到我们大家的功德啊，力量，那这样就没有浪费了，对吧？啊，不然我在想说，那你们去好了，我在这边看书多好啊！那是要去融入，因为很多人愿意去看极光哦。原来看极光还要有钱人才可以，有一点福报啊，有福报。但是愿他去看极光，我踏到那个雪的时候，
都得到我们的功德。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车子变成一个极乐世界啊！当你车子在动的时候，它就散发的功德力。所以你要把你的生命变阿弥陀佛，这个要很习惯。像各位在看我，我面对各位，如果我在觉得我这个海涛在让你看，我就会觉得就像个女人一样，各位在欣赏我干嘛？但是我不能有那个想法，我坐在上面，我就必须承担佛的力量，佛的身口意。我念阿弥陀佛，我是阿弥陀佛的身口意，愿别人看到我像佛的力量一样，并不是我有佛的力量，而是你对佛有信心，佛看到你，你发这个信心跟愿力，看到我就得到佛的力量，听到我声音得到佛的力量，想到我得到佛的力量。嗡阿哄就这个意思，身口意，身是佛，口是佛，意是佛，叫嗡阿哄啊。透过佛的加持，所以这些花这些变成无量无边的加持，所以现在花变成佛，这些灯变成佛啊，水变成佛，食物变成佛，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杯水米啊，然后这个水米就变成佛的力量，让他们念一下：吃即解脱，喝即解脱，闻即解脱。等一下我们除了佛前本来有供香，等一下我们会点三支香放在门口，让他们闻即解脱啊！拜佛是在拜众生的佛性，我把这个香供养这些众生，众生哎呀很高兴啊！您拜佛的来拜我啊，让他们升起这个欢喜。所以各位念一下来：恒顺众生，我们对佛菩萨所做的都是要来恭敬众生的啊。我们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钱，买了一栋房子，就是希望你所爱的父母能够来住一下嘛，对不对？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啊。所以我想佛不需要你供养，但是佛是希望你供养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这样而已啦。这就是这个咒的意思啦。好，那各位请翻到21页，发一下水米。记住上供完以后，记得一定要下施。上供是对佛的信心、菩提心，下施才是对众生的悲心，这两个要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用一杯水米、7颗米、一杯水来做蒙山施食、甘露施食。但是事实上呢，蒙山施食不是出家人的专利，是所有佛弟子的义务责任。佛陀说了，如果你家里有在学佛拜佛而不施食给众生，那你非佛弟子。佛在经典写得很清楚啊，不是佛的弟子，因为你没有按照佛的慈悲去修行啊。所以那如果加拿大都没出家人，那加拿大鬼不是死了啊？不是那个意思，是所有佛弟子不分在家出家皆应施食，几颗米，一点点水，如果能够点一支香，就点一支香，啊，像我前面有一个饭菜，如果你能有一碗饭菜多好。我觉得加拿大，各位，如果你家门口有一个小小花园，那边不会干扰到别人，你每天简单的做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那些小小的鸟啊，松鼠啊，对不对？就像昨天我看到浣熊，哇，好大一只啊！所以今天买多一点，请我们摄影师、摄影机拍的，准备来吧，啊，给它拍下来。你们或许觉得那看太多了，我们很新鲜的，哎，回去可以跟他们，嘿嘿嘿，你们动物园看的，我们那边看得见，就在花园里面，啊，什么都有哎。好，提脚护身真言啊，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你今天到任何地方啊，就像各位天气凉，你要记得穿衣服，免得感冒。同样的，你要去利益众生助念，你要去看病人，你要打坐修行，你一定要有护法保护你。所以念这个披甲护身真言，你旁边就有7道彩虹保护你啊，不但保护你，外面还有一个盔甲，所以叫披甲护身。这个盔甲像韦陀菩萨一样啊，
所以倒数第二行有写，第四行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为了你要下地狱，为了你要去恶鬼道，你要保护自己，对不对？你今天要去救火，你一定要把救火队的衣服穿好，进到里面才可以把那个老人救出来啊！是为了慈悲而念的，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愿皆披，不是光你自己。当你一念的时候，他也可以得到加持，不要再被火烧了。愿皆披上大慈悲庄严甲胄，是穿的这么庄严，不是要打仗，是为了慈悲的。所以光耀威武，如韦陀菩萨。速令离诸障难，证得世出世间殊胜成就，所以他就离开他的障碍、痛苦、三恶道，他们也脱离三恶道，而且往生净土。所以要念咒五遍，然后加持五个地方：额头、右肩、左肩、心、喉咙。嗡法吉拉咕哩嘟巴迪帕达亚梭哈。一开始你不熟，但是你念了，每天做了两个礼拜，你自然就背下来了。就很简单啦、啊。那以后各位你要进到佛堂，一下车或在车上，你就把这些都念完了。我说：“我说老师，我大妈说，我大那个老师，我背的嘛，我发起了，我发起了，鼓励多把你把它，你已经熟了，然后呢，念念的时候，然后就又请诸佛菩萨加持所以而且你要帮助六道众生，你来拜佛，哪怕一个人来拜佛，像我很喜欢一个人到寺庙，没有人。”所以我师父说，我整个寺庙都你一个人在用，我在家就这样，我在家都等我师父的寺庙没人，我就在那边独享功德，因为很安静，拜佛看经典，然后等着他们做晚课，这样那时候自己也可以看很多经典很容易融入，又可以一起做晚课。我特别喜欢做早课晚课，为什么？如果为了自己也要出家，然后不得不做早课晚课，那又有压力。因为我们去做早课晚课的时候，是念给众生听，那严重，大悲咒四小咒，晚上88佛，哇，阿弥陀经放蒙山，我们去参加，所以呢，就可以给很多众生得到利益，念给他们。所以你来代表，就像你做妈妈的，我想你来佛堂拜佛都是拜给你先生、你儿子的，对不对？因为你爱他们嘛，所以你会坚持的。他们不拜，我更要拜。那我们行慈悲心的人是为众生拜，所以我这一次为了来温哥华，我做了很多功课的嘞，做了很多资粮的，然后呢，捐了很多钱的，然后才进来。进来又继续努力，愿所有的功德都放在这边，那才来报恩嘛。下回要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不对？搞不好你死了，搞不好我死了。所以各位啊，每次都很尽力就好了，不要保留很尽力就好了。那各位啊，每次你要去见一个人，你要去做一件事情，都变成修行，了解吗？开车是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像我这个可怜的不会开车，冒着生命危险坐别人的车，对不对？把生命交在对方手上我每次，所以我不念也不行这下要死了但是既然念不是为自己念我怕死，所有开车人都怕死，所有开车的老妈妈在家里都担心她儿子死所以开车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为所有人在念。我常想说，我念到一半突然啪死了，我看那时候我也直接去净土吧，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为大家而念，如果我撞死了，那一定是替别人车祸，那我生命就有意义了嘛。就算死也会死得有意义，而不是一种我们海涛法师业障现前，那多没意义呢？因为我的心转变了，就不是业障现前，所以。我会把这个前行都念一遍上供下施，所以我们在车上永远，我也劝各位学我们车上一定要有一瓶水，一点点水，窗户打开嗡啊嗡啊嗡，对不对？然后呢，车上有一点点米嗡啊嗡啊嗡啊嗡所以我在台湾的车上面还有两个插香的地方，还可以冒烟呢，点香冒烟，每次停到红绿灯旁边车上，你们车上有火灾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就给他贴个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至少他知道这是佛教的啊。但是还是有几个好心人骑摩托车，你们车上冒烟啊。但是我说你有福报这样啊，没有，我说我们在点香，哦，师父啊，对对，没问题。但是各位，因为你要把开车当作道场，对不对？坐车当作道场，坐飞机、坐火车，免得各位要从温哥华要坐回北京，温哥华坐回台湾，浪费时间。这十几个钟头，我可以念多少经啊？可以做多少功德啊？啊，这个飞机飞到哪里，功德都到哪里，整部飞机都变成佛的力量。那就，如果你要保持菩提心。而且这个菩提心大悲心不能冷却掉，我在这边强调，你今天修了一整天菩提心大悲心，结果明天又冷了，那从头要起来要起火多困难呢、所以各位，那你只好把任何一个行住坐卧都是在上供下施的。就像很多人问我说，那师父你在飞机上怎么点香？点香我身体就是香味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烟供，我在呼吸就在做烟供了，我刚刚吃的饭叫吃下去叫上供，沉下去叫下施，所以然后我也在做啊，我随时在上供下施啊。当然坐飞机，我的飞机座位旁边一定会撒一些米饭，下飞机不好意思了，但是希望帮我清理到了这些得到功德，这样啊。但是你要布施啊，想尽办法。好，所以我们要开始24页。我每次来，如果你有参加，我都有带各位念。然后呢，还是很期望大家每天都做一遍，好不好啊？老实说，至少要做3遍。只要你要吃早餐、中餐、午餐，你就应该要做一遍。一杯水，7颗米，前面都不会念，至少这3个字在念是嗡啊哄。然后就拿出去了 ，Om Mani Padme Hum， 交给观音菩萨布施了，交给阿弥陀佛布施了。那至少你每天都这样，你会发觉忧郁症不见了，心情好起来了。慈悲心是超越烦恼最快的方法。慈悲心是进入无我空性最快的方法，慈悲心是成就菩提心最好的方法。那你就记得每天都这样去慈悲。如果你家后花园不会干扰别人，点一支香，哎呀，多好！香，你闻到那个香味，你的菩提心就起来。哎呦，布施呢，布施呢，所以那支香可以撑3个钟头呢，你就有3个钟头的慈悲心。这样最好。好，24页，所以不分在家出家啊。佛经说，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小朋友做最好。因为小朋友没有众生会怕他，特别现在这个世界死亡小孩、堕胎小孩特别多啊，童男童女的力量特别大啊，所以各位下辈子发愿生下来就做童男童女，一辈子不结婚好不好？那你永远有这个力量，有结婚跟没结婚的那功德差很多的所以下辈子来不结婚，从小就修行出家，对不对？你就有这种童男童女的力量，及诸人天意欲受持这个方便，为了成佛，为了利益众生，这个方法叫方便法。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当作是念。很多人念到这边，哦，这个不能念，要把恶鬼神通通请到我家来，这个我不念。那你这个人太我执了，太自私了。你越对他好，他永远保护你所以很少有狗会去咬主人的，而且你对他布施，念一下恶鬼升天，他成为你的大护法，你放心好了，你越布施，你就有无量的护法保护你，就算恶鬼来了，他们保护着你，叫他们排队，给他们一个一个，绝对不会伤害到你，所以你才会居家安乐，无病无苦。恶鬼不敢连看你一眼都不敢看，施食的人叫无量威德，你的身体像梵天上帝一样，没有恶鬼罗刹会欺负你。那谁欺负你？你自己欺负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这种心念业障，就是在找你麻烦因为你的悲心不够啊，忏悔心不够啊，
那往往冤亲债主就得不到啊，他找你麻烦。好，一个人本来断手断脚，身体被火烧啊，一的想要自杀啊，结果你现在让他手脚完全恢复，皮肤都恢复，哎呦，他会跪着跟你磕头啊，啊！但是最好各位呢能够修三昧耶戒，三昧耶戒是一种誓言戒，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为了度我的母亲，我要发广大愿，六道离苦，我乃成佛，为我母亲发愿，永不退转，这个叫三昧耶戒。观音菩萨说，若有一众生在受苦，我不称佛，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但示现成跟众生同苦的普门示现，那为了要让六道众生都离苦，所以这些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受三昧耶戒。那三昧耶戒最重要的是一种誓愿，永远不离菩提心，宁可死也不离菩提心，宁可死也不起嗔恨心啊，宁可死也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今天你杀我砍我偷我钱都要度你，我不舍弃你。所以宁可死亡堕落地狱，也不要离开空性啊的思维。所以这个三昧耶戒是佛教最高的，叫誓愿戒，这也是密乘叫金刚乘，他们有时候比较骄傲是因为他们守三昧耶戒这样了。那他们在吃肉，你问他为什么吃肉，我是以三昧耶戒吃他，吃了就是要承担他的苦，超度他，你要给他合掌啊，谢谢你超度啊啊！但是呢，如果他受伤，他以这个爱染心去吃肉，他就他要下地狱。所以各位，你不是他，我们也不要批评他啊。因为日本法师、日本和尚，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喝酒，三昧耶，你为什么要结婚，度他生一个菩萨儿子做菩萨，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戒律吧。所以但是他至少懂这个意思，他做不到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同情，但是他至少还有这个心吧，就是做不到才要念嗡三昧耶，要多换。那诸佛菩萨以这个持三昧耶戒的功德就回向给这些六道众生，所以他们就脱离地狱道鬼道，各个相好庄严，嗡三昧耶萨埵梵，这个意思。好，第九，他们现在个个都是佛菩萨的金刚身口意，现在我们要对他供养了。各位，这个不是我布施给你吃，因为我是供养你们，所以辨识咒你供佛也是念这个咒的，供天神也是念这个咒的啊。那么少啊，当他一斗瓦罗智底嗡三不奈三不奈哄，那我们要念三遍。那各位如果有时间念七遍最好，观想第一遍诸佛，第二遍天道人道阿修，通通都供养到了。那我们时间关系念三遍，但是念三遍你要知道，一颗米变七颗，七颗变四十九，四十九变无量无边，遍满阎浮提，对吧？看得见的地方都遍满甘露，而且不是一个众生得到一点点甘露去分，而是每一个众生都独得你所观想出来的甘露。所以希望各位，你只要经过食品店啊、百货公司啊，你这个修行人脑筋不能呆呆的、笨笨的、白白的，你要里面充满了最好吃的，因为你去看到那家店，哇，好好吃啊，观想过来啊。到我到西方国家来，我就观想咖啡啊、牛奶、巧克力、面包，对不对？他不可能吃我们的臭豆腐啊。但是你要把这个味道你都观想进来，最美的衣服、最好的家具，所以你要度西方人叫观想哦，这栋五千万加币的别墅，嗡啊嗡，他就进来了啊，最好吃的。所以一个修行人，如果你要修大乘，他是非常丰富的啊，他什么经验，会唱歌、会跳舞，做过荧光星、做过总统，很丰富的啊，这个丰富是为了布施给众生。所以你在念辨识咒的时候，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天人在吃的，通通供养他。所以把普通的食物变成天人的甘露去供养他们，就是这个辨识咒。所以我强调的比较久，希望各位要会背，因为佛陀说背这个咒保证成佛，太慈悲了。而且你会念这个咒，